大家好，我是图腾古流画画的人。以下是对原剧图腾来源跟简单介绍。斜坡上的原民逼迫在外生活，努力自己打拼跟改善生活，同时慢慢迁离原本核心部落的荣耀跟文化传统。部落单纯的生活化，保有传统文化祭典等是非常重要的，原部落核心也会随之瓦解。不难想象，多年后我们的文化祭典活动如同流离失所的根，无法为自己部落如旧扎深意义。其次，图腾原剧为这样的意向目的发起一门面图腾，说明原剧原迹门面的故事采部落传统，原来欢庆喜悦祭典，祭典上时常看到的暴训跟丰年祭，还有勇士们的精彩刺球表演呢。原迹代表原部落不失传统精神，有部落互助团结的感动跟呼唤称之。部落重要的人物勇士们准备参加部落年度祭典的活动，彩绘可爱的模样魅力的原民装饰，还有象征雄鹰羽毛的荣耀桃壶里的烟影，与祖灵对话沟通后祭典日期，也为祭典前后开始前置整备作业。祭典各司其职，有专为祭典报讯彩绘菱形的可爱模样，使用台湾族故事里物化人物形式呈现菱形的象征跟可爱调皮模样，扬手呼唤报讯的姿态姿势，向远方亲友部落呼唤祭典开场了呢。用声音意象以橘黄色作为连接周边不同颜色的光芒，作为与祖灵力共襄盛举与参与活动，申报给远方族人及准备回家参加祭典活动者，以及维护永续传统祭典的精神。祭典练习刺球中有专为这场重要祭典任务，同样运用台湾族故事里的物化人物意象来表示，有象征重要菱形人文服饰跟形态，以及荣耀的雄鹰羽毛抛向天空的重要意球，都是祭师祭拜所赋予的祝福命运意球。换回流离失所的朋友们，凝聚部落未来如何，也只能由自己发自内心的义务为部落祭典护主跟顺利完成。文化是持续的进行，人不应该忘本跟忘我，而是更要向心力凝聚共识跟部落事务，做永续的恒远的维护跟保有。在祭典中扮演刺球的勇士们，他手持住传统矛子迎接活动到来，连贯的到桃壶烟影与祖灵力祝福对话，门窗跟天花板的图腾架构作为一贯串联的故事开端，颠覆传统铺成故事的方式，并运用可爱形态人物物化故事呈现，叙述原部落正发生或一直发生的祭典活动，也体验到祭典活动的当下不是谁的事情，而是每个人正要为部落事务而为，因为没有了共识就失去了一切。天花板上运用空间效果搭配故事连接中央加冠两只雄鹰羽毛，再以菱形线条结合隐喻祖灵关爱与部落照顾下，能唤醒原来的部落族人们为此祭典共襄盛举，互助互爱方式圆满祝福。桃壶在台湾部落神话里扮演非常重要角色，有桃壶的恩典跟祝福之意，同时也是传授沟通与祖灵力的桥梁，把桃壶上的纹路做了更多变化，特色元素也赋予桃壶惊讶的表情跟魅力的衣裳，加深桃壶视觉跟表情张力。桃壶窜起烟影的故事传统上提到不胜枚举，以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地方散居的族人符号表示，关联场外地方加上不同颜色的圆圈光芒，以雄鹰羽毛上为中心回归部落传统祭典开始，翻新部落生活意义罢了。二侧面图腾说明原剧，原剧欢乐喜悦祭典活动中已经分享互助之工作精神，圆满祭典活动并达成部落友善互助共荣共体的传承文化意向。墙面长方形跟宽度都要列入草稿图考虑设计当中，草图确认后最重要的现场演以挥洒图腾跟部落互动跟讨论。以中间图腾人形来说，本以土地为原民之母之一，除了蕴藏着土地自然丰富的物产，也包含了传统智慧故事之概念，隐喻彼此学习相互共生的理念。女士侧脸部分作为台湾族里母系共称表示，她腼腆凝神的眼等待分享礼赞享，掩饰着唯有小米图案之图腾有蕴藏大地之母关爱与分享。小米在祭典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使用黑色呈现第二圈周围部分，一二男二女祭典为午时，牵手作为对称发响图腾，再以菱形水纹图案连结表示圆满互助互爱的精神。女生图腾部分赋予象征性圆圈图样，三角形及菱形图样创意元素构成独创可爱台湾人形姿态的模样，穿戴菱形服饰视觉没有雄鹰的羽毛作为开发图腾架构元素。男生部分有佩戴羽毛，双脚中间以菱形状图案作为男性象征表示，手跟手中间用圆圈表示赋予雄鹰羽毛。墙画上视觉线条变化跟水纹图腾的交织流动略感，以及传统创新的流线形状台湾图腾，隐约呼吁参与部落祭典的威武当下，可能已经好久不见的朋友们或者兄弟们呢。
有激发一种互相关怀跟分享的事物。在水文排湾创新图样作为视觉强化效果，隐于流动回来的部落族人在部落看见团结合一的精神，见证分享图腾跨刀文乐部落创新图腾与户主合作之精神。除了以幽默的独创排湾三角形人物作为故事开端外，更精辟见解传统与现代文化冲击可能。非常高兴的文乐部落拥有部落自己厨房，热烈邀请本人特地来彩绘。画到之前，本人在彩绘水塔的时候，承办也透过聊天方式需要彩绘墙面部分，当然二话不说答应了。也许该是文乐部落需要分享图腾的时候了吧。对，是单纯这么认为的，当然也想试试部落对图腾温度有多热情。一笔图腾的视觉挑战您的新视力震撼，一笔图腾草稿图如同所看到一样的，只是彩绘过程中已注入祖灵力量跟精神吧。当然图腾中最能表现当下部落所需要的能量是如何在部落凝聚向心力，同时团结合作跟互助供需功能。图腾隐喻部落共荣及旅外或好久没有回家的亲朋好友们给予一个呼唤跟醒思，更要透过部落祭典活动等去慢慢活络推进部落属于那原本传统祭典里那大伙高兴祝分工互助的部落年代吧。部落图腾跨刀将排湾可爱的三角图腾人形运用在部落厨房彩绘上，其实图腾呼应写的真实跟对应，只是用呼唤方式跟和谐的图样改变部落对目前现况观感，或用喜乐方式略带罢了。有趣的是部落勤劳们非常热烈指导跟讨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深刻感动，因为部落门面必须带有部落风格跟故事，最重要的是部落要有图案原创跟图腾精神。感谢文乐部落文件站努力争取经费，也感谢承办努力找寻图腾的精神，最感谢的是路过的每个人有赞美跟惊叹的表情，还有部落勤劳们热情指导跟讨论图腾。2022年最后一天，图腾绽放文乐村，图腾即将改变这个部落地方的风采，让部落厨房永续并继续分享互助跟爱的精神。文乐部落厨房加油，我是图腾古流画画的人，欢迎分享订阅我的频道。